东西，然后摔倒。他拿什么碰东西？你喝人家跺脚看看。水瓶。跺脚很可爱。你只要你不用跺脚，用脚用力。你自己，那么你试试看，喝不要跺脚。就瞪他。没有，可是三十八。很难呀，我的衣服好笑。他如果一般用裙摆，他就管那个裙摆。可是我衣服就我怕太快会。我是那个直的呢。会慌。那也就是我就想说，挂我的衣服。